金融揭秘。開始咧，而家係考慮緊，只係一個問題，係加50% or 100% 嘅 ，OK， 係咁噶啦 ，OK， 唔係咩啊？全球金融市场呢，市场者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，一直在度变，咁啊，金融体系一直在度变，市场金融产品亦都一直变，一直多，市场交易嘅模式、交易嘅方法亦都一直在变，咁啊，大家而家都知道啦，系。你想去做交易的任何交易，在個電腦度或者一個手機度一 click 已經可以做到噶啦嚇。咁啊，而市場參與人士，無論大如基金、小如散户，亦都一直在變。咁啊，只有一樣唔變咧，就係市場價格嘅上落嘅變動，一直都係由市場參與人士嘅交易嘅行動。所產生的 mass reaction 群體效應而變動而上落，咁誒而操縱最大的當然係唔使講，都係各國的中央銀行啦。咁誒同埋仲有各國的金融財政部門啦，啊咁嗱，唔使我講，所有金融產品價格嘅上落變動變化，分秒必爭，不斷喺度喐，喺度變。嗱，過去四年，特朗普美國統治之下，將全球嘅道德觀、是非黑白、美國民主憲法、美國嘅大國風範，特別國。以及盟友的對他們的仁義道德，對美國的一向包容，不同族類、不同國籍而變為絕對歧視的白人至上，全球被迫日日透過媒體和 Twitter 只看他一個人表演，全球亦都被迫被他洗了腦。在他的幾百個行政指令底下，其實不知道止不止，各國的商業活動不斷地被他橫蠻地、全無理由地受到禁制。我喜歡就禁制你，你對我的有威脅我就禁制你，完全背離了 WTO 的規條、世貿，完全脫離了 WHO 世衛的醫療病。